从北京骑行去巴黎，布拉克，要过一个关卡了，看要查什么呀？怎么样？你呢？那亲，行啊。要还来？Passport? Passport. Where you go? Where you go? Baghdad. You go Baghdad? Iraq visa. Okay. Hello. Goodbye. Masalam. Bye bye. 那这就是做这种哨卡的一个真实的状态。那个不远处还有军营。走了，耶，巴克达，又是热情打招呼的一天。走了。这伊拉克修路简直不要太好修啊！一马平川，这还是这样掉的，这得多费劲。又过了一个检查站，然后现在路过一个镇。Hello， 不对是吧？色浪，他来了。他怎么叫的这么温柔呢？你干嘛不凶一点呢？这狗咋就这么没有脾气呢？又是巡逻车，这主干道上巡逻车特别特别多。路边有家餐馆，感觉人好多，来可以吃尝一尝。Chicken 啊，啊 ，Hey， come on， 啊。Okay， 哦 ，Yeah， Okay， Yeah， Very good， Yeah， Yes。No. Where are you from? Sain.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Yeah. How are you? Sain. You are in China? Yeah. First.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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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I'm fine. 我要充电，这是充耳电。伊拉克第二餐，我咋感觉这是面汤呢？搞得这么咸，好咸。算是进入伊拉克吃的第一顿正餐了，在边境那个，其实也算，但那个比较简单。来来来，伊拉克第一顿正餐，来个大特写，这送了两个饼子，那米饭，上手吧。嗯，我也很好奇，这个汤里到这个到底是啥呀？能吃吗？嗯，好像是配汤的哦。嗯，这三声，你还没给斯巴林给的几还劲？啊，还没给斯巴林给的几。谢谢了。来，伊拉克人也喜欢喝茶。我去把电拿一下，应该充饱了。快呀，95了。他们的伊拉克人看我在骑自行车，感觉就像从天而降似的。Very tired。啊啊啊！Ah, very tired. But I enjoy. Enjoy. Yeah. You know, where do you sleep? Always camping. Yeah, and the sometimes hotel. Hotel. Yeah. For dollar change. Okay. Yeah. How to say hello in Arabic? Yeah. Abanini. Hello. Hello. Yeah, in Arabic. Arabic. Hello, yeah, sweet. In English,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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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huh. Sweet. Hello, yeah. No, no, no. Hello.
Hello, beautiful. No, no, no. Just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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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عني positive, not negative. No. No negative. No negative. See, first one to some guys.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uh? Yeah. Hello, huh? Okay. Muhammad, baby. Muhammad, baby. Abu Muhammad. No. No. Hello, hello. No, no, no. 怎么不懂呢？哎呦。Habibi, Habibi, the hello. يعني hello يعني Habibi, when girl.Talk to the man. Uh-huh. Oh, man. Oh, yeah, then, 懂了懂了懂了 OK, 懂了 But you need this reward. So, but I tell you, if you go to the market or to that, when buy anything, you know the exchange, the dollar equal.How much in Iraqi dollar? You see, in, yeah, in board, just four, the exchange, 1,000. When exchange now, when I exchange the $100, correct. Uh-huh. It's correct. Uh-huh. But when to pay anything, not know what, how much the mobile now. Please, now, how much?This Samsung? This phone. Oh, yeah. How muc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m certain. Uh-huh. But I have in Iraq 700. $700. He buy $1,700. Okay. Oh, okay. Sure, I mean. No problem. All right. Yeah?聊聊了，太迟了。OK， yeah， cool。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Ah, Ju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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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Juju.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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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天的，那骑着伊拉克有点刺激。先给大伙。分享两张照片吧。这第一张照片，这伊拉克在哨卡的士兵，然后拿着我的设备翻来覆去，最后通过翻译说这片区域特别危险，不能拍视频。然后巴拉巴拉的说可以拍照片，然后就给我合了一张影以示留念，走的时候送给他一个礼物。然后这第二张照片，哎，这当地人太喜欢这个拍照片了，太喜欢合影了。我去洗手间，路边洗手间，洗了一下袜子，洗了把脸，然后就是巴拉巴拉的说叶子哥，要拉去家里啊，家里小孩太多了，一定要每个都去见一下。然后就有了这第二张合影，在摇头啊。我现在就在这片区域，我不想停留太长时间。一会儿一个士兵拉下来，劳力了一会儿，然后啥也没说，啥也没干，最后要然后要合影，合影的太多了，又不能拍，所以这个互动感。太那个了，我只能就是通过照片给大伙讲一下这个故事了。也不知道这边区域何时是个头，但是到了伊拉克结束吧。反正我对现在拍视频得当心一点啊，能拍的就多拍一些，不能拍的我也没办法。尽快，然后现在赶去巴古拜，然后再去巴格达。赶去巴格达是因为无人机已经在巴格达了，得赶过去取啊。
还有巴格达的朋友们在等着呢。走，到前面去，尽可能多的捕捉一些有趣的元素啊！来，静静的欣赏一下进入伊拉克以来我们看到的第一轮日落，消失在地平线上。太阳一下山，军人也要下班。这一辆一辆军用皮卡，全部在路边撤掉了。今天走过军事区，啊，见识到了200米一辆的军事坦克啊，不是军事坦克，军事吉普。然后，站岗的放哨的，要么就是打个招呼，要么就拦下来。三种。一种是纯属打酱油的，一种是查证件，然后一种是求合影的。反正求合影的是绝对占大多数啊。前面应该是没有了，天黑了可以消停一会儿，但是那个哨卡那是没完的，前面好像又有一个，只要看到旗帜了，有可能就是哨卡。他不能配，只能给大伙静静的看一下风景。这一天天的，一半烟火，一半黑暗，又要天黑了。今天晚上魂归何处啊？继续找废弃的物资呢，还是赶去八古拜啊？这离八古拜还有15公里呢。八古拜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就是离开巴格达之后的下一站。哎，小奶狗，哎哎，那吃不吃？哎，吃啊、哦！哎，他怎么流浪在这里的呢？他不吃啊，还是咬不动呢。你看一下。可以，整块都留给他吧。无意间遇到的，都留给你，你自己在这慢慢吃啊。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中文。我给他加水了。饿了。大伙这说这是什么品种啊？我对狗不熟哎。乖乖的啊。想跟我走吗？带你去巴格达。给他填满，填不满，这个网是破的。嗯，他接着吃去了。这一个饼子应该够他吃一段时间了。可怜巴巴的，走吧。我有我的前程，他有他的归处。这被人家收养了。
对，抱走了，他有归宿了，走了。看到了小奶狗有了归宿，紧绷的这个神经立马就平息了下来，然后现在进入阿狗外，现在也没有各辆军车了，也没有重兵把守了。这今天这走过一趟军事区，弄得神奇兮兮的，真的是。他每个人，每个军人都是那个眼神斜视着看，啊，反正就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般。走，阿古贝，巴格达62公里啊。这刚说完，然后又被查了。这进阿古拜进城，然后左大汉右大汉挽着我的手，又是挽着手臂啊，然后又是挽着我的手，两个大男人挽着手啊，哎呦的，就怕我会逃似的。然后左查查右查查，大伙猜猜这是什么地方？就在城外，阿古拜进城喽，灯火通明啊，进城了，进城了，哇呜，夜里最亮的仔，看看能不能住下旅馆。这城市我是不敢在这露营了、啊。阿古拜的母亲和河岸有人在烤火，这阿古拜的城市交通可还行哦。来入夜，看到一家旅馆，但是不知道自行车浪不浪放、先去看一下吧，先看一下房间吗？有空调、电视，还有洗澡间。刚开始我听到的是15000，还行啊，然后结账的时候50000，然后就没揽活了。谁能想到呢？啊，谁能想到呢？这条件，大概汇率的话，33美金多一些吧。反正在伊拉克的住宿不便宜。算了，别想那么多了，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为了安全考虑，为了安全考虑啊。今天晚上这想的，这澡到底是洗还是不洗？前两天刚洗了，哎，想想还是洗一下吧。你看他这冰箱，哈哈，空空如也。晚上吃啥呀？空空如也呀。昨天澡也没洗，直接扑通，床上一躺。然后就晚饭没吃，现在吃早饭，随便吃一点。今天赶去巴格达，这个饼子，伊拉克的特色，沾点果酱，就这么吃了啊。在伊拉克路上，就是白天，在路上做饭太费时间了。晚上天黑又早，天黑不确定因素太多了。这是难道就是传说中伊拉克的早餐，刚送过来的，然后接着吃完，刚吃完一个，这
这应该是酸奶，中东标配，还有杯热茶，来干杯，甜茶，$33的房间，我们的早餐就吃这个，一方水土一方特色啊。他们说在巴格达的也算是一个大城市啊，巴祖贝。好了，曾经它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贸易小城，然后这是现如今的巴祖贝。这小车应该都是去往巴格达的啊。巴祖贝距离巴格达大概是65到70公里之间。曾经丝绸之路是从巴格达的贸易吧，从巴格达出发，然后途经巴祖贝，然后往北边，往东北边翻越扎格罗斯山脉，走安息帝国，然后再穿越中亚，再去往长安。这个城里有什么好吃的呀？这一溜烟感觉要出神了啊！那我们就把目标直指前方，然后去往巴格达。